亲像稻草人。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有时落。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各位同学，要上一次体育课跑第一名的是谁？要好。第二名的呢？要。好，最后一名的是谁？老师，上次跑最后一名的是我啦。别见笑，这个老屁婆你还在讲。你买孤笑皮包买哦。啥叫孤笑皮包买？笑得你难受哦，绝对袂做上尾一名。你是安怎讲安尼？上少嘛赢一名。赢谁？赢你啊！不要笑，没有关系，你继续努力，希望你这一次跑第一名。开始，好，大家准备好，预备。啊！阿伯伯，要跟遐囡仔走。金大，嗯，我看你赶紧去阿叫落来。我有法度。阿姊，妈是倒位啦？你啦，想做出想买一个啦。妈，加油，冲！子楠，你当时回来，即马回来啊！太紧了，你替我走。太紧，妈，行啦，紧走啦，哪能替人走的啦？啊，你赶紧替我走，走啦，莫带我家己走着啊。船长啊！你跟囡仔讲啦，啊输就输啊，莫在咧见笑呆啦！紧嘞，阿母啊，加油，紧嘞，妈祖啊，保庇！妈祖啊，妈祖啊，保庇！妈祖啊，你都有灵有神，有比我做财的神，赐我一个勇气，我绝对不认输。我绝对不认输，我绝对不认输，绝对不认输啦！你哈，这个跳高真好，啊，食到哈尼老吼，小可教书者哦，看后摆敢来读书也唔敢。孙的啊，较紧的哦。我想要妹啊，阿伯婆哪走啊紧啊？啊，一只甲你阿妹哩，啊，哪有可能人走啊紧啊？啊，就是嘛，啊。无你外家啦，是我金头无落去走咧，我若落去走，第一日敢有通着你的份了？讲则你讲啦，人咧学校学生囡仔伫遐有运动会，啊你共走惨落去，啊你遐毋是咧搞，你遐是咧共闹学校，你知影无？出了你看我对唔对？你讲来啊，恁的话讲起啊，恁的话啦，你讲啊七老八老一定走输，我一个走赢，啊你讲我闹学校，哎呦金头啊！大家都学像我啦，啊，若像你这无效，伊人老我啦。哎，我导游诶，你嘛同款啦。我，阿瑞也嘛是同款啦。我
你演啦，你演啦，无话我讲啊，是毋啦？啊，敢讲正七老八老都袂用去读书是毋？你应该毋捌伊个心啦。有代志好话讲啦，啊，莫遐生气，咱较细声嘞，偷偷安尼插。无啥物通好讲啦，我阿皮婆哦，讲要读书就是要读书啦，哪有啥物好讲？你嘛，春姐啊，我问你嘞，恁较早要读书哦，我是安尼辛辛苦苦。用心计较，拖命吊恁读书哦。等恁捌几日啊啦？我本来捌两日，煞袂用去就对。哎呀，阿美婆啊，等伊是较早是较早啦，我对唔对？你叫咩？哎呦，阿美婆啊，啊，咱哦食啊遐尼侪下，咱就安尼捌字啦。啊，你若讲哦，迄落字吼，若较较浅的，啊，你就叫恁春姐啊，甲你看咧。啊，若较深的，啊，你就叫恁春兰啊，甲你看。哎，就好啊！那就爱读书啊，读书有啥物路用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就是安尼意思。哎，当你食到这老啊，才这边读书哪有路用啦？嘿哦，趁钱较要紧啦。像阮面单哦，三十年前就啊卖两块啦，为着阮苦难的出世哦，我无欢喜呢，才甲就啊缩四角，唔才甲解苦难的。我食到这摆伊这么吃老啊啦，我干了拜阮囝的命。苦辣的两字尔啦，我大汤啊油水水。阿爸，阮爸讲咧有你啦，阮爸哦，把迄苦辣的迄面单哦，传落后啊，我即摆嘛咧赚一栋足大栋，去买一间厝啊咧，对无？嘿啦嘿啦，阿爸婆啊，迄无一定讲爱读书啦，啊爱捌字啦，啊，亲像我就好啊，我娘咧啊，迄间干吗店有无？吼，拢我咧顾呢，啊人客啦，讲要提什么物件，我提什么给人。啊，我也捌摕唔到啊嘛，娘咧啊，对无吼？对对对啊，我查某囝甲我顾遐尼侪年哦，迄人人客人来买迄个豆油嘛，毋捌讲摕迄个汽水予人，伊像着我啦，我嘛毋捌讲摕物件，摕唔到哦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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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捌字，人遐讲嘛有道理啊，啊年岁遮济啊，啊目睭也干枯啊，咱去读书啦。什么都有道理，啊我即摆叫你转来。哎，啊！你替别人伫咧讲话啦，到底你我的查某囝，还是别人的查某囝啦？妈，你莫讲安尼啦，袂去讲倒转来。啊，你想要读书，哪会使讲啊？都要读书啦。但迄学校是政府办的，迄教育厅有规定、有制度滴的。你若七八十岁人，啊，甲迄七八岁囡仔读书，安尼学校比无制度伊啊。嗯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嘿，佮讲也是哦，春兰啊哦，你讲了较有道理啦，啊对无？啊，当然的咯。啊，春兰啊，资格读甲尔多啊，啊嘛较捌代志。阿皮婆啊，啊你著听恁查某囝的话，就无唔对啦。哎呀哎呀！好，要读唔读哦？来去奉天宫妈祖爷决定了就知。妈祖婆在你厝里阿伯婆啊，吃到七老八老，讲伊还阁要读册啦。嗯，阿大爷，你讲你人上对啦。嘿，哎，那妈祖婆，那就是你笑讲哦，阿伯婆啊，吃到七老八老啊吼，还阁想要读册啦。哎，阿大咧，子孙啊遐尼济哦，你马上探听咧，阿对无？对啦，阿伯婆啊，等你哦，妈一定要读册读册啦。嘿哦，妈祖婆就是咧笑你的啦，你哦都爱细心啦。嘿啊。我娘你也讲的无唔对啦，你照伊的意思去做，安尼都无唔对啊。系啦系啦系啦，阿美婆啊，咱阿妈祖婆啊吼，是咧笑你呢。对啦，阿美婆啊，啊你年纪都遐尼多啊吼，你个性嘛唔通遐过强。啊，听阮大家甲你苦劝话就无唔对啦。系啦系啦系啦。免笑啦免笑啦，人妈祖婆伫咧笑，就是咧笑讲恁大家伫咧甲我笑，伫咧甲我讲叫，啊我都要来放弃，啊我都全咧卖通，恁大家斟酌甲我听哦。我阿阿美婆啊，一定要读书，读到成功，互恁看啦！你伫台北，我叫你转来，就是要来甲我斗阻阵呢。你一定倒为别人，啊！你煞来伫咧欺负我。妈，阿免使奶啦，你倒去台北教书上好啦，无采我伫咧挨伫咧排，线起啊断，
你为别人。阿母啊，来吃饭啦！饱啦，哪还没吃就饱啦？气嘛饱，不爱吃啦，恁出去啦，叫你嘴不要挑的，嘴的，出出去啦，出出去啦，不爱啦，不爱吃啦，出去啦。啊！你算哪徛在村内？你以为哪出去啦？啊，走啦，出去啦，出出去啦，哎，出出去啦！哎呀，俺生气啦！出去！所以，我一顿来就点么安尼，我生气。村阿，咱阿母的个性吼是愈来愈固执啦，他真的无半个人赞成伊哦，伊偏偏硬要去读册啊。这。我想我妈妈读书的代志，伊无遐尔简单，就袂放弃。是啊。我一定要想办法，甲妈妈斗相共。春兰啊，这毋是咧滚绳笑的呢？无再讲啊，啊，咱人啊，拢嘛是伫咧想讲吼，啊，食老了后啊，啊，看会当讲安尼较好命袂？啊，踮厝的翘脚连水球，好好啊享受一下。啊，啥物人像恁老母安尼啊？村长啊，哈，啊，我想来想去，嘛是这办法较好啊。是啦，阿伯伯吼，啊，这十外年来啊，来这个庙里啊，啊，在斗饼烧啦，啊，整理一寡物件啦，啊，这对庙的吼，哇，真大贡献，你知影无？就是啊，所以讲庙董啊，我今仔日拜托你来啊，就是希望你会当甲我斗研究一下。哦，请我来就是要斗阵研究一下。啊，是啦，是啦。船长啊，你最放心啦，我若是做袂到都免讲，若是做到哦，要帮我阿皮婆的代志哦，哈哈哈，这是无问题啦。真好，真好。恁两兄听我讲，这阿皮婆啊，这回啊，你为着要读书啊，好安尼费遐尼大个心神啊，迄实在是予咱看得到的哦，足甘心的，足值得咱家敬佩的。假使讲若是会当食吼，我是伫咧希望讲，啊，春兰啊。你当然点咱装的吼，啊利用这个暗时啊，招一个这个暗午啊班，好在唔捌字的人哦，啊大家斗阵来读书，你看安尼好无？好啊，真好，来当然上介好。好是好啦，也唔过咱村的哦，要找亲像阿碧婆啊啊这款哦，读书有趣味的人哦，啊真歹找啦。唔是干那这个问题哦，假使讲阿碧婆啊这个暗午啊班，啊那是招会成啊。啊，我也希望讲吼，啊，这洪天江会当安尼拨一个所在吼，啊，拨一个出人做教授就对啦。啊，咱就请一个老师来教伊读书。我若是转来去吼，啊，再开一个董事会来研究一下。啊，这种吼，对这村民呐，有利益、有热心的吼，应该哦是无问题啦。苗董呀，啊，那呢吼，我都先甲你说下。多谢。无咯，唔免先甲我对下，说多谢啦。到时哦，啊，当初若是赞成迄个时喏，底钱啦、电话钱啦，这是无要紧啦，要唔过哦，陈志华，你还佫一项哦，最重要你讲无着呢？最重要的，是啥物代志最重要？老师啊，老师，你是要叫啥物人来教啦？哟，春兰啊，那呢，老师这个工课哦，就要拜托你咯。哇，对啦。我伫咧想，也是出难啦吼，我转来搞吼，这是最好的人选呢。出难啦，啊，庙董的咧讲，你有听哦？村长，那出难啦吼，啊，即马伫咧大，伫即个大班吼，啊，好好伫咧做老师咧，啊，听伊讲吼，这校长真恶落伊呢。讲啥物伫咧教遐学生吼，吼，足牛的啦，还佫有大有细咧，还佫有礼貌咧。嘿，我是讲安尼，即马要正身吼，家己时啊，才即转来教啊按摩啊吼，那唔知袂严咧。苗董诶，村长伯啊，假使即个班内当成立，为着无要让妈妈失望吼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找个真好老师来教。哈，那安尼咧，安尼上好，无安尼吼，咱就从安尼甲决定啦。好，春兰啊，啊你赶紧吼，啊出去甲讲即个好消息，互伊大家知。啊，通互恁老母安尼欢喜一下。感谢村长，感谢刘董，非常感谢。也无吼，你等于甲恁老母讲啦，你甲讲这个按摩班啊，若是要成立啊，
爱有一个条件。有条件？什么条件？你甲伊讲吼，上至少啊，爱只有十二个人以上，才会当开课。哎呦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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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我跟你讲哦，我才无时间同你讲这样子。等下林刚起来，我确实对阿妈无再好消息了。是的哦，再见哦。哎呦，你阿妹抱你笑咧，恁早叫你笑，哎，是真可怜了的。好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爸给你娘，哎，等到去年就要来，冷静，冷静 ，OK 啊。那你后面啊，那你过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两边见哦，两边见哦。哎，可能呀，啊，来，阿姐你唔得来帮你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哎，来，阿妈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啦。阿妈出来哪里嘞？谁要照样讲？来，讲什么？讲什么呀？快来，老妹啊，我们公司好消息啦，前面有消息，前面有消息，有人读书嘞。啊哈。你要去读书嘿？我就要跟老妈妈讲这好消息，再见啦。哎，出来。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你到底读册啊？哦，啊，正经有影乌甲那底头又无底看。妈，妈，奇怪，啊，厝内无人伫个，妈敢袂伫遐？妈。你讲的话，我一定会记得。听候我阿伯婆阿伯姨再来看你这张牌啊！阿妈，你在讲啥？是啥物牌啊？哎，囡仔人有耳无嘴啦！你讲，整理你的报道。厝边头尾听到用笑死，妈，我讲哦，我为着要甲伊讲这好消息哦，甲伊镜头弄一个摄像头。哎呦，你查囡仔人哪会安尼啦？我去台北哦，看你伫做老师哦，徛遐个哦，嗯，做严格。啊，即要转来搞得那野味咧，未见笑，你还未惊呢？妈，你哪安尼讲？我是为着要甲伊讲这好消息，我才安尼啊。哎呀，无啥好讲啦，我安尼心情歹个，我要来剪报道啦，我来做。妈。你嘛听我讲，我讲吼，人个村长吼，甲洪天强个董事长吼，讲要互你读册安尼，真是了。爱拼才会赢，真是了。当然嘛是有影，自细汉到即马，我当时捌骗过你啊。人个洪天中个董事长讲吼，要带庙开一间教室吼，啊，请一个老师甲你教。真是你啊，牌啊大咯！你唔知哦，啊，不过吼，有一个条件，讲吼，招十二个以上一打呢。你要教我，就要教我，就十二个才要开课，要费气。啊，你唔知啊，啊，一间教室遐尔大间，教你一个人，敢袂看？安尼够有理哦，安尼够有理哦。就是安尼，所以吼，才有这个规定，讲爱招一打，十二个以上诶。一打就一打啦，那我阿皮婆哦，亲身啊出来去甲人招吼，最少招你三打以上我会看。嗯，你敢要了有自信？嗯，对，阿妈，啊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好消息，就是讲读书的好处，然后读书才开始，哦，读到有到老，读到一段人生就好处，啊，我嘛阿伯过来去甲伊会啊，
请继续收看趣味的阿匹婆入学。